Get it? 请坐。各位好玩啦、啊，大家较辛苦了哈、啊。那过来介绍啦哈、啊。啊，今仔日呢，我要讲的一个题目呢，就是1920年代哈、啊。以来哈，但迄个时阵到即马吼，2012年以来，啊，恁只台湾精英啊，那台湾先輩啊，到底是对迄个时代，因有啥物款的阴影啊？吼，有啥物款的做法啊？吼，啊，1920年代吼，毋是讲啊，以前呢吼，因为1895年日本。占领台湾哈、啊，日本来占领台湾的时阵，伊是用船哈，啊，驶来个淡水河，要等淡水河入来哈，啊，咱知影淡水河哈，啊，摩城遐哈，哦，遐大炮真侪台伫遐哈，所以日本船唔敢入来，唔敢等淡水河入来，啊，结果呢？一旦对定了，各位敢知？然后不是等二弟，二弟哈，哎，二弟也有一个淹了啊，哦，哎，我知二弟淹了，我都唔知哦。但二弟遐厉害哈，啊，厉害定了了呢，都用陆军用舰哈，舰厉害台北城啊哈。啊，当然，1895年迄个年代入来，哇，真侪台湾人有抵抗啦，吼，啊，武装抵抗，吼，啊，但是武装起义，吼，临时起义，拢是一族一族安尼，吼，啊，要抵抗一个啊正规军，吼，一个政府的军队，无可能赢，吼，啊，咱用德国到蔡德要赢遐。步枪大炮吼，无法度吼。啊，所以咱知影吼，啊，最近一出电影《魏德胜》的吼，《赛德克·巴莱》吼，啊，各位唔知有看无吼？各位爱去看这出吼，啊，这出当然看起来是，我看了吼，感觉安尼心情真无好啦吼，遮侪人牺牲吼。啊，有影真勇敢吼！即个原住民吼，哎、欸，因咧族内底个300几个吼，吼、哦、啊对抗个几啊千人个军队吼、哦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佮因即个精神，吼、哦，拍输呢无投降，吼、哦，拍输是毋是自杀吼，切、哦、腹啊，就是吊死安尼吼。哦所以，迄种精神就是日本的迄个武士精神吼，确实真伟大一种精神啦吼。但是以后呢，可惜呢，咱拢无这個精神啦吼。哦，国民党拖咧乱乱说哈。啊，所以一直到1920年代，大家认为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武装抵抗吼已经。唔好啊！吼、哦，牺牲太厉害吼、哦。改做呢社会运动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当迄个1920年代开始呢啊社会运动吼、哦、啊，1920年代甲即马嘛将近要一个世纪啊吼，将近啦吼、哦。啊是安那呢？到即马台湾的这地位，台湾人的命运呢，一直拢无改变啊嘞吼。哦啊，咱知影1920年代有一个新民会伫日本东京成立吼，即等于是即个啊台湾人伫日本的即个同学会吼、啊，日本留学学生组织的一个新民会吼。啊，1920年代，哦，咱拢知影台湾有一个文化协会吼，啊，领导者呢？蒋渭水医生、林献堂先生吼、哦，啊，文化协会确实啊，伊全台湾呢四界办演讲吼、
啊，要提升台湾人的这个文化水准，台湾人的这个知识水准啊嘞，哈。啊，1922年，啊，有一个台湾议会举行同盟会，哈，这是日语啦，哈，所以较袂顺，哈。啊，领导者呢是林献堂先生，哈。啊，议会举行，啊，是要要求啊，台湾人呢参加日本人统治的这个政府，和台湾人会当有权利来投票选举，啊是被选举安尼吼。啊，咱知林献堂先生是台中五峰的一个大家族吼，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吼。啊，这个、林献堂先生啊，这是伫中部啦吼，啊北部家人都是严格吼，严格。啊，这个。北部这个台北县这边是林家吼，林本源因家吼，这家族高雄就是陈家吼，陈家这个五大家族吼。啊，1926年，台湾农民组合组成吼，啊，这个领导者呢是江杰，啊个赵刚吼，啊江杰是一个小学的教员吼，啊伊。小学教员无爱做，死掉啊！领导这个农民组合啊，农民组合呢，主要是屏东迄农民吼啊，伊当时是拢种甘蔗，叫做蔗农吼啊，种甘蔗和当时的会社，会社帮啊帮了呢，他去送去借糖糖厂吼，去做糖啊，甲外销吼。啊，赚些钱哈！啊，伊当时就地公就是种甘蔗哈，哦，会社帮安尼哈，因会社拢甲你偷哈，来偷斤两哈，啊，所以农民组织起来哈、啊，来抵抗安尼哈。啊，1927年啊，文化也被训练哈，伫迄个年代有所谓的啊左派右派哈，啊，因为训练啊训练了安尼。有一个台湾民众党成立吼，是台湾第一个政党吼，啊，唔是民进党吼，是台湾民众党吼。啊，1928年呢，有一个台湾共产党呢，伫上海成立吼。啊，1930年代呢，有一个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吼，啊，成立啊，领导者林献堂先生、蔡培慧先生吼。啊，以上呢，即个这个社会运动啊，是要要求台湾人呢，伫当时日本统治时代，哦，台湾人参政，要求咱的参政权，哦，并唔是要要求分离变作一个国家，哦，是要要求参政，哦，因为当时台湾是日本的一个殖民地。啊，台湾人是日本籍吼，啊，日本人安尼吼。伫这个运动中啊，即个真侪先辈吼，即个前辈吼，啊，拢鼎鼎有名吼，非常这个有学问的啊，即个前辈呢，结果呢，啊，拢吼日本当时的警察吼，啊，起诉判刑吼，啊，伊当时的判刑是关。一礼拜，还是两礼拜安尼吼？啊，其中呢，有一个罗浩医生啊，彰化人，彰化医生吼、啊。啊，伊这个真有领导一个医生吼，伊、啊、一方面做医生，啊，一方面写小说，吼、啊，伊的第一篇小说啦、啊，啊，写了非常好吼、啊。啊，所以即马台湾文学呢，将罗浩医生呢。佮称作台湾文学之父吼，台湾文学之父吼。啊，罗浩医生，伊看病呢，伊当时迄个年代咱知影吼，若毋是讲病啊足严重吼，袂去找医生啦吼。啊，找医生了呢，因为无法度啊，啊无找医生就爱死啊，吼。啊，找医生了无钱啊，啊欠烧吼，啊欠烧安尼吼。啊，有一天，罗医生李高梅啊，吼，
哇，一堆小单摕起来看吼，伊讲哇，这小单呢，我收收咧吼，啊，今年最好过年诶吼，哇，伊一个二九暝上开暝吼，啊，到底要去收啊，毋去收啦吼，所以隔天讲呢，伊将这小单呢弄个烧掉吼，啊，无爱收啊吼，伊讲我一个人好过年吼，啊，足侪人可能歹过年吼。所以真有爱心、真有仁德一个医生吼，啊，可惜呢，偌好医生，差不多50多岁也着过身啊吼。啊，伊过身的时阵呢，中华出众吼，哇，街路拢人，逐个拢出来个送安尼吼，真受到地方的即、这个敬佩吼。这是偌好医生啦吼。啊，1934年，吼、哦，伫迄个年代，啊，台湾人艺术文化嘛是非常发达，吼、哦。啊，三国年代会使讲台湾艺术文化，诶，即个黄金时代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当时即个艺术家，吼、哦，特别是即个油画家，吼、哦，即个名呢，哇，鼎鼎大名，吼、哦。即、这个廖家村李就桥，吼、哦。啊，颜水龙、李梅树、杨三郎、啊，陈定波吼，等等啦吼，啊，佫真侪吼，我写一寡尔吼。哇，即个画伫个年代吼，都国际水准啊吼。因个画呢，即马伫迄个国际拍卖场啊，廖家村个画吼，陈定波个画啊，差不多6号世界场啊吼。毋是算几千万的呢，是算亿的呢，吼、哦！一拍卖就算安尼吼，所以因迄当时的艺术的迄个成就啊，吼、哦，是非常悬啦，吼、哦！可见台湾人吼、哦、啊，非常有天分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陈定波先生呢，日本留学，日本读艺术，啊，了走去中国，吼、哦！啊，但中国了，佮转来台湾，啊，二八事件呢？啊，去予国民党枪杀，吼、哦！啊，真可惜，吼、哦！真早就过身啊。啊，1941年，吼、哦，拄拄啊有讲，吼、哦，即太平洋战争啊开始，啊，迄、那个年代就是真侪台湾即个青年拢走去日本留学，像70年代、60年代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人即少年的拢走去美国留学，走去日本留学。吼、哦，啊，迄个年代就走去日本，啊，留学了呢，啊，伊就无倒来台湾啦，吼、哦，伊就走到中国的即个华北，因为日本伫迄个年代开始出兵去中国华北，吼、哦，啊，伫中国华北成立一个满洲政府，啊，因为你成立一个政府啊，需要足侪人才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真侪拢去遐，吼、哦。差不多4000-5000的台湾人去到华北吼，但是因去到华北呢，毋敢讲因是台湾人吼，啊彼此之间呢用白纸啊做暗号吼，讲因是台湾人吼。啊，中国华北哇，我看地图我了解吼，非常大呢。伊个华北个北边呢，就是苏联啊，就是西伯利亚吼。迄、那个足冷的迄个所在吼，啊，伊的西边就是蒙古，吼、哦，啊，东边就是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个朝鲜这边，吼、哦，伫遐尼远的所在吼，就是华北吼、哦，啊，即有法度去日本留学的，就去日本留学，啊，家庭经济较毋好的，啊，袂安怎，啊，拄着战争啊咧，啊，就日本政府停掉。做军夫诶，做兵诶，啊，就送去南洋作战吼。迄当时送去南洋，哇，几啊万人吼，啊，结果转来吼，啊，无几个吼，大部分拢死伫南洋吼。啊，结果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呢，啊，佮有原住民呢，啊，佮伫树林内底吼，啊，继续咧作战。伊毋知影战争已经煞咧吼。嘛，搁秘伫内底吼，啊，结果经过真侪年了呢，有一个原住民呢，
甲陈南苗转来甲台湾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个原住民我真牛吼、哦，啊，秘伫树篮内底我都生存遐济年安尼吼，真无简单吼、哦。啊，1945年啊，台湾日本拢战败吼、哦，啊，即个去到中国，即个台湾人呢，哇，当然真欢喜啊！即祖国派要转来台湾接受台湾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呢，伫1947年，国民党占领台湾了呢，两年后呢，开始杀人啊吼、哦，啊，即台湾人呢，一个一个杀，特别是伊即个杀人是有计划的吼、哦，针对台湾即知识分子，特别是。真有钱的这些人哦，因为你杀人了，甚至没收财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些人拢杀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这我是写几个名尔啦吼，哦，林茂生一个，上早一个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博士，吼、哦，啊，陈奇吼，一个新闻记者，一个报社一个编辑吼，啊，张七龙医生吼。哦伊是华人的吼，华人人张七龙，啊，伊真悲惨哦，一家老爸啊，甲三个囝吼，啊，总理啊吼，啊，其中一个上细汉的囡仔吼，拄拄落地啊，递一张单写军医，啊，结果一个囡仔叫放出来吼，啊，剩咧两个囡仔甲老爸总清散吼，张七龙吼。啊、所以估计呢，根据迄个乔治克的这本册吼、哦，啊，台湾被出卖的台湾吼、哦，是讲大概有20000人吼、哦，啊，互清杀去吼、哦，但真侪人我唔领啦吼，伊、哦、当时个户口找无人诶吼、哦，有10几万人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因为中国人吼、哦、逃亡来台湾的户口嘛乱吼。哦所以唔知确实偌济人啦、啊，啊，所以太无去，这人爱走路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像这个贾雪红、杨克红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知影这是共产党，吼、哦，啊，贾雪红真无简单，吼、哦，真传奇的一个台湾女性，吼、哦，伊本身是一个养女，啊，咱知影迄个年代，吼、哦，啊。查某人拢无爱学读册吼，啊！你搁养女啊，也较无读册吼，啊！结果伊靠家己个拍拼吼，结果嘛去到莫斯科大学吼，伊读册安尼吼，啊！伊伫台湾呢，啊，2028呢，国民党要甲掠，哇！啊，伊变啦，伊爱走啊，啊，伊变啦走，哟、哦，即、這个贾雪龙真牛吼。伊想讲，上危险的所在就是上安全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走去高雄做营，哦，迄个海军港，吼、哦，军港吼、哦，啊，去坐迄个国民党的政舰吼、哦，啊，坐去中国安尼吼，所以因为安尼走出去吼、哦，啊，像廖文业吼，即、哦這个西丽婚姻西丽的廖家，哇，大家长吼。哦啊，这个廖家嘛不得了哈、哦！这个家族出力的朴素哈，啊真牛哈、哦！啊，廖文业呢，伊嘛是爱走哈、哦啊，国民党要甲掠，伊走去日本。啊，日本那边那个掠，啊，国民党呢，哇，后部真济哈，啊，掠伊袂到呢吼，啊，掠廖文业兄弟啊，兄弟啊掠起来，廖文业兄嫂掠起来，廖文业的。啊，兄弟的囡仔啊，嘛厉害吼！啊，这人呢，拢判死刑。啊，廖家大家族哇，土地真济吼，财产全没收。啊，甲廖文业讲，你要转来无？你若无转来呢，啊，你兄弟啊判死刑的啊，枪杀，吼、哦，啊，财产没收吼、哦。啊，各位你个想吼、哦，啊，咱那是廖文业啊。啊，咱要呐做决定，吼、哦，天人交战嘞，吼、哦，咱是要继续为台湾呢，还是要救伊只兄弟，吼、哦，啊，救伊只财产，吼、哦。
结果嘛，掠文言呢，最后决定转来吼、哦，啊，转来了嘛，真郁卒啦吼。啊，虽然伊兄弟呢，啊，无期，死刑变无期吼，无期变判几年吼、哦，啊，关几年了放出来吼、哦，啊，财产呢，有留一部分刑啦吼、哦。啊，结果掠文言呢，互伊去石门水库去过石门水库吼。哦一个朴素去过石门水库吼，啊，到尾嘛真郁卒吼，啊，真早过身吼。啊，苏明先生啊，啊，这个吴医生吼，咱拢捌听的吼。但日本即马倒来台湾吼，住伫新庄吼，啊，即马90多岁啊吼，啊，举一支杆啊吼，啊嘛继续啊为台湾安尼继续咧拍拼吼。啊，伊嘛是走呢，国民党要甲掠吼。因为伊当时准备一挂武器吼，啊，要暗杀蒋介石吼，啊，去予国民党发觉，啊，国民党要甲掠，哇，啊，要甲掠要安怎？伊嘛是爱走啊，啊，伊安怎走呢？迄当时知影屏东拢真紧张吼，啊，紧张外销日本，啊，紧张拢送来基隆港，啊，但基隆港呢，佮上船。啊，上船呢？迄当时金蕉呢，是用竹篮啊，吼，放伫竹篮啊内底吼，啊，一人一人呢，用栏杆夹起咧船顶吼。啊，苏明先生呢，我、哦、少年时代呢真勇吼，我伊就吞目提安尼吼，啊，就一人金蕉海起咧金甲头吼，啊，就个夹起咧船顶啊吼，啊，去到船顶了呢，我伊就眯起来，眯到船顶。比如船内底吼，啊船就开啊吼，啊船开到日本了，伊就跳船啊。啊跳船了呢，伫日本呢，叫日本警察抓到，哇！日本讲哇，你这跳船的吼，要甲送倒来台湾吼，哇！伊若送倒来台湾嘛是死咧。啊好佳哉呢，国民党政府迄当时呢，有一张公文送去日本，讲要通缉。苏明，哇！日本就讲，啊，国民党要甲掠呢，吼！啊，苏明去啊，日本的清政治庇护呢，啊，拄拄啊好，有证据，吼、哦！因为要受到迫害，啊，所以日本呢，和苏明先生呢，政治庇护，啊，所以国民党这条公文呢，救着苏明安尼，吼、哦！所以苏明呢，会当留在日本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！1949年，吼啊，咱知影啊，国民党和共产党拍败，爱走路流亡来台湾，吼啊，所以1949年国民党就伫中国呢，就已经死亡啊。啊，蒋介石流亡来台湾的时阵，伊是平民的身份，已经辞职啦，吼。伊做中华民国总统会死掉啊，所以代理总统呢是李宗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1949年呢，李宗仁呢因为共产党拍赢，李宗仁嘛是爱走路啊，所以李宗仁走去美国，蒋介石走来台湾，蒋介石走来台湾伊是平民的身份吼，但是过一年，伊就讲伊要回来做总统啊。啊、哦，哇！总统拢伊咧讲个咧吼，啊，所以历史会找咱小讲，伊是欲复兴世事吼，即、哦、咱伫教科书拢读着，哇！就真正做总统啊吼、哦，啊，做总统了呢，就开始白色恐怖，啊，开始掠人吼、哦，啊，伊当时个掠人呢，毋仅是掠台湾人，啊，即个中国人呢，有即个左派思想个人。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啊，总掠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掠无到的人开始呢，不是走的，就是唔敢出声吼，啊，都避来吼，啊，1952吼，啊，咱知影旧金山合约吼 ，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吼，啊，签字生效吼，啊，所以在那个年代啊。真侪台湾人吼、哦，去美国读册，去日本读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
伫美国呢，第一个成立，伫1956年成立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，叫做 Formosans Free Formosa， 台湾人的自由台湾。哦，这是第一个台湾独立运动伫美国哈、哦。啊，伫台湾呢，开始选举哈、哦，啊，有这省议会五虎将哈。啊，1964年。哦，台湾人民自救宣言，啊，这是潘明明先生啊，甲伊的两个学生，一个是魏定条哈，啊，已经过身啦哈，啊，一个是贾聪明哈，伊、啊、的学生哈、啊，啊，这个个呢，主要是贾聪明先生起个哈，啊，潘明明先生有个改哈，啊，咱知影1960年代。啊，是国民党以这个反攻大陆政策的年代哈，啊，一日到拢反攻大陆去的嘞哈，啊，你人民自救宣言内底讲，写讲反攻无望啊啦吼，你唔要反攻啊，哇，这太头多啊，我政策是要反攻，你甲我讲反攻无望，这人总厉害啊吼，啊，伊学生判罪，啊，平民阮先生呢？啊，唔敢甲判罪，因为潘明明先生国际上是知名哈，真有名的学者呢，所以甲软禁，甲关伫伊个厝内哈。哇，经过3-4年，拢甲软禁伫厝内哈。潘明明先生认为讲，安尼伊个性命嘛危险呢哈，啊，随时可能国民党会甲做掉哈，所以想讲，伊嘛爱走呢哈。啊！这台湾人，大家真牛呢，吼、哦！我要走了，我都走哈、哦，因为潘明明先生哈、哦，24小时有廖伯啊那个监视，啊廖伯啊做报告，吼、哦，逐日来写报告哈、哦，啊伊咧创啥呢，吼、哦？啊伊安那走呢？伊即马开始哈，伫伊厝里的客厅的窗啊前吼，开始倒啊徛，哇！廖伯啊远了看到伊徛伫遐吼。啊，伊就伫遐无走吼，啊，伊就开始流喙须，啊，流头毛，哇，久来呢，哇，就变胡须个啦吼，啊，头毛啊足长吼，啊，有一天暗时呢，一个美国个宣教师叫做 Thornbury 吼，啊，这宣教师嘛是胡须个吼，啊，这个宣教师来个访问啦吼，来个拜访吼。啊，拜访了呢，啊，胡秋还等伊啊，啊，结果出去呢，是潘明明先生这个胡秋会等伊哈，啊，这个双教师胡秋会留伫因家哈，啊，隔天光呢，爱就徛到窗仔前哈，哦，这个监视的人看，哇，伊就啊，佫徛伫遐，哇，无走啊哈，啊，结果呢，潘明明先生呢，隔天光呢已经飞到。水电 Stockholm 嘛，哈，啊，这监视人报告照写哈，伊人啊，搁伫台湾，啊，搁伫因家哈，哦，这个故事，啊，这故事是真的哈、哦。最近这个 Thornbury 嘛出一本册哈、哦，啊，写讲伊安那帮助潘明明先生哈，都、哦、离开台湾哈。1970年哈。哦啊，世界台湾独立联盟成立，啊，成立内底哇，这头人呢，即马拢转来伫台湾啦吼。蔡同英、张灿龙吼，做台南市长吼，罗文雄伫台中，陈良伫台北吼。啊，即、這个我啦吼，迄当时做秘书长吼。啊，1970年吼，潘明明先生到离台湾，啊，1970年4月24日。气象的代志哈，啊，1971年哈，这个蒋介石积极代表被驱出联合国哈，啊，这点咱也真清楚哈。国民党拢甲咱讲是中华民国被驱出联合国，诶，唔对哈，是蒋介石甲伊的代表被驱出联合国。中华民国的会员国依然留伫联合国，只不过伊会员的名呢，由中华民国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咱袂当过
用中华民国的名登于联合国，吼、哦，这点摆真清楚哈、哦。所以即马阁一群人来话讲要登于联合国哈、哦台湾我来袂动，因为台湾毋是一个国家哈、哦，因为联合国一定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才会当做会员哈。哦1977年，都中了教的人权宣言，吼，啊，七八年，蒋经国啊，继续独裁统治台湾。啊，1979年，吼、哦，咱知影美丽岛事件，吼、哦，伫高雄发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人呢，这所谓这个啊民主运动，这人呢，总抓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当时的计划呢，准备这人呢，总判死刑。啊，结果因为阿琳达哈，阿琳达是美国的查某囡仔来这读册哈，啊，从啊带嚟台湾，伊从啊四国呢，世界各地去演讲，哦，讲国民党掠人安怎安怎吼、哦，所以引起这个国际特社会的注意哈、哦，啊来关心和掠去这些人，啊，所以最后呢，国民党唔敢将这人全部判死刑哈。哦敢那死命的判死刑，吼、哦！啊，剩的唔敢嘞，吼、哦！啊，拄拄有讲吼，1979年啊，美国甲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通过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啊，这个台湾关系法呢，将中华民国改叫做台湾地理当局，吼、哦、，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， 啊，所以。就充分证明台湾不是一个国家。啊，1986年呢，这个民进党成立哈，啊戒严，啊戒严了呢，啊嘛继续各掠人啊哈、哦，这个蔡英文靠着点嘛掠人哈、哦，啊因为戒严了呢，即马落去选举呢，啊无危险嘛哈。哦啊，所以大家拢重重落去选举吼，因为选举呢是中华民国体制内底选举，是因设计好的一套物件吼，互台湾人去参与。啊，但是选举呢，不管你选赢选输，会拢有好康呢。你若选输呢，一票30块呢，哦，这价格袂少呢吼。特别是你若讲要选总统的，哇！500,000,000票，哇！一票30，你来算看卖，啊，几啊千万有上亿个呢？啊，伊拢占人地，地雷落地啊！啊，咱来光叫光啊，平平喘吼，啊，咱无发现吼。啊，1989年，郑南榕先生自焚吼。啊，1970年，1990年代，就是突破黑名单的这个时代吼。啊，这些人呢，啊，在美国呢，啊，拢和我做伙咧打拼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啊。啊，伊当时伫海外的台独运动，伊的党章内底啊，第一条就是讲要用一切的手段打倒中华民国。啊，结果呢，你会当回来台湾啊，大家拢用一切的手段。拥抱国民党，还是中华民国的大腿安尼，变作安尼哈，大家拢倒来选举。啊，这个1990年代啊，我是1991年，嘛就黑名单哈。啊，迄当时嘛就讲啊，伫海外30年嘛，应该转来嘞哈。啊，所以我嘛转来嘞哈。我是摕水电的护照。飞去东京请签证，哇！伊甲问讲，你有机票无？我讲无咧。伊讲你去买张机票了吼，我签证就好哩。我遮简单哦，我就去买张机票啊吼，我就签证就甲登落去即个护照的顶端吼。啊，当然我护照无写电子材啦吼，我写英文字咧吼，伊唔知我啥吼。结果我签证摕到吼，啊，无随转来吼，拄拄啊拄着日本的过年，哇，足热闹嘞吼，所以带啊，佫佚佗一两天吼，
结果我这签证的消息呢，传到阿个台北，佫有人摕水电护照吼，啊，要转来台北，啊，查查水电护照咯，知影有几个人尔嘞吼。结果我转来个台北呢，通机场降落吼，哇，脚踏着台湾的土地安尼，看到台湾的树啊安尼，偌欢喜的呢。啊，结果要海关要入来，甲冻掉嘞。讲哎，袂使袂使，你袂使入来，我现在袂使入来。我这本护照真的啊，啊，我签证嘛是恁给我的，啊，那袂使入来。伊讲歹势呢，阮行政疏忽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创唔到去安尼吼，我创唔到恁家的代志啊，啊，我就要转来啊，啊、哦，哇，甲冻掉嘞，吼、哦，冻伫机场冻四五点钟，啊，到尾啊呢？哦，派差不多四五个少年的吼，穿皮衫的吼，哇，就撞来啊吼，将我给扛起来。哦，我拍袂赢的吼，四五个的吼，啊，扛起来直直走走，哦，我给送去一台飞机的顶端吼，啊，佮原机佮送转去东京。哇，我非常受气嘞。我脚踏伫台湾的土地啊咧，啊，即阮家呢是阮的故乡呢，我有权利转来啊，不管有签证无签证，这是咱的权利吼。好、哦哦、啊，我伫迄站开始决心讲安尼好，我要用家己的办法转来台湾。啊，所以伫1991年，我正月迄个赶出去，1991年的6月呢，啊，我就。大摇大摆的，等上山机场就入来安尼，啊，安那入来，我就摕别人的护照啊，我就该入来安尼吼。不过你摕别人的护照吼，要有技术，吼、哦，你来去找迄个人，啊，你先做差不多的吼，身、哦、高差不多的，年龄差不多的吼、哦，啊，佮这个人护照要借你吼，爱、哦、找这款人吼，啊，真无简单哦，啊，找着这款人。台南县的人吼，啊，结果我就顺序就入来啊吼，啊入来了后呢，我隔天呢，就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，讲我回来了，啊，你要甲安怎？吼，啊，结果我想我这都无代志咧吼，啊，转来阮家哪代志？我都无业所事，我搬厂啊转来应该的啊，对吧？哎、欸，结果呢，伊甲起诉，讲我违反国安法。偷渡入境，我爱起诉可能假吧，吼、哦。结果吼、哦，法院甲判一年徒刑啦，还关一年呢。结果因这人吼、哦，真侪拢偷渡的吼、哦，比如讲张灿龙伊嘛偷渡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啥物人李应元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因拢判5个月、6个月，一颗罚金，钱留落来无代志吼。哎、欸，我甲判一年嘞，哈、哦！哎、欸，啊，一年爱关嘞，吼、哦！迄当时是，你若判一年，你也坐满一年；啊，你若判两年，吼、哦，你坐满一年就当加刑，哈、哦！啊，所以咧，法官咧调工甲判一年，吼、哦，长甲判两年。啊，所以，吼、哦，我去互关365天，一天都无减嘞，哈、哦！哎、欸。啊！我伫台湾要判一年，结果我伫台湾关3个加工，我安那关3个加工呢？我开始呢，甲扣押伫台北土城，哦，含阿扁个小工伫土城哈、哦。啊，含啥呢？含一个台南个关做伙哈。啊，这台南个10几年啊，哦，我个抗议，我讲你疫情会晓办啊，袂晓办哈？哦轻型的、甲重型的关做伙，吼、哦，我都毋捌听讲疫情安尼嘞。我讲你啊，我一间房间，我一个人要关一间。伊讲阮都无房间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搁你一个人关一间，啊，你若自杀的时嘛歹交代嘞。我讲我伫海外拼生拼死转来台湾自杀嘛无迄个道理啊，吼、哦，你爱一间房间给我，吼、哦，所以无偌久呢。就来甲通知讲，诶、欸，有啦，有一间房间你卖无？我卖啊，当然卖啊。我一对伫高雄燕巢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要去无？我想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互你关吼、
管理台北，管理高雄，相共啊，我拢无自由啊。我、哦、好啊，我来高雄，好，我就甲送去高雄应酬。有影呢，一间那像日本式个厝吼，普通是关十几个吼，敢若我一个吼、哦，啊，食饭饱过，当在房间内底吼做运动、散步吼、哦。不过迄房间哦，地板烂烂了，有影啦，伊无小心打来吼、哦，地板会落来迄种吼。哦啊，所以伫高雄宴巢几啊个月，我听讲诶，台湾有所谓诶外衣间，叫做外衣间啦吼。虾米叫做外衣间呢？就加工吼，啊无围墙诶啦吼。啊，加工呢，房间呢，暗时无甲你锁诶吼。你若要硫酸嘛，会使硫酸诶吼。啊，但是条件就是讲，你诶刑期一年内底，你拢会当申请去吼。啊、我想我剩到九个月啊，我就有这个资格啊，我来甲请。结果阁有准的吼，阁甲送去台南的山上乡的外衣间啦吼。啊，外衣间有影袂歹吼，因为外衣间内底吼周休二日，袂歹嘞吼。内底犯人呢，拜六礼拜甲你放出去，啊，你拜一甲回来报道安尼吼。啊，周休二日吼、哦，恁厝里的人会使入来讲啊，甲你迄个拜访，会当在内底吼，带一暝安尼吼，啊，真赞的吼、哦。啊，赞是赞吼、哦，伫内底的犯人呢，拢分组，你是扫涂骹的一组，你伫饲猪的一组，你种菜的一组，有诶饲鸡、饲鸭的吼，拢、哦、有代志呢吼。啊，但是呢，哇，迄个店局长吼，啊，对我个袂歹。伊讲你拢免租，你着放风的时阵去画图就对啊吼。啊，所以我透早放风，我着去一间鸭寮啊吼，啊，拄啊画油画啦吼，画油画呢吼。啊，一波时放风嘛是去遐画油画吼。啊，所以我个工课着画图啊呢吼。啊，结果伫遐九个月吼，哇，画袂少图啊呢吼。啊，所以我出国的时阵，啊，办一个画展吼，啊，办一个画展，啊，所以关一年以后嘛有淡薄仔收获安尼吼。啊，九一年哦，就发生这代志吼，啊，大都会啦、独台案啦这代志吼，啊，两千年也变啊算赢，哇，大家真欢喜啊！啊，我嘛足欢喜咧！哦，我走去总统府头前哦，去参加迄个就职典礼啊，吼、哦、啊欢喜啊吼！啊，结果呢，啊证明正面运动啊未通吼、哦，要经过选举来正面运动未通，唔了未通呢，啊变啊就无用拍来乌罗吼，啊搁咧关啊呢吼，啊所以咱未当靠选举啊来建国吼。哦啊，二零零六年啊，拄拄也有讲过吼、哦，啊，林志兴先生即控告美国的即个事件吼、哦，啊，伊主要根据的呢是根据旧金山合约吼，即、哦這个旧金山合约48个国家参加签名吼，签、哦、字啊，签字内底旧金山合约有讲美国就是主要占领权国。The principle occupying power， 主要占领权国，伊对伫台湾土地上诶本土台湾人呢，伊着爱保护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本土台湾人应该受到美国宪法的保护。啊，美国宪法的基本的诶人权，就是即个迁徙的自由，会当自由旅行。诶，这个管理啊，所以美国你也给阮旅行证件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是根据这个吼、哦、去告美国啊，所以这个 Richard Hutto 哈、哦，啊，甲林志雄先生哈，伊、哦、这个论述哈、哦，是经过美国法院的验证，是真正确的一个论述哦。台湾自1945年以来，无人有这个论述。哦，刚才有这个论述哦，啊，这个论述呢，
佮经过法院甲咱判决，啊，所以对台湾来讲呢，指出一条真清楚的路吼，这条路确实是会当行落去吼。啊，今仔可能，哦，啊，最后啦吼，最后就拄拄有讲吼，啊，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，来讲这几点啦吼，当然。伊真济啦吼，啊，我甲摕即几点出来讲吼，就是讲，伫过去六十几年来，啊，台湾人呢，一直生活伫吼政治联合内底吼，啊，无一个一致认知的政府，啊，伫国际社会中呢，无一个确定的即个地位，吼，啊，但是最后伊是咧讲。什么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？伊讲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，哈，唔是司法问题，啊，所以法院无法度啊对这个问题做出判决，哈。伊最后结论是安尼，哈。你呐政治上有法度讲，什么人对台湾会当行使主权，法院呢就会当甲咱判决安尼，哈。啊，所以就甲咱指出，咱现在主要爱针对美国，针对美国的国会，针对美国的总统，爱要求伊爱来解决台湾的这国际地位，来让台湾的国际地位会当正常化安尼吼。安尼，咱的时间已经过啊吼，我留两分钟看大家有啥物。问题还是意见哈，要沟通的无哈？好啦，问题无？无问题，咱就爱结束今仔这个课安尼哈。好，感谢大家，感谢。谢吉力，吉力。休困十分钟。